早安，啊，嗨，Jack，早安，Juvi，早安，Freddy，早安，卡丘，早安，草莓莓，早安，早安，大家早安，哈，喜乐哥啦，早安，厨艺极星，对，哈哈，大家是因为怕厨艺极星，所以起床了，6点就起来了，好厉害哦，好早起哦，哇，我都没有那么早起啊，云姐，早安。英九也好早起哦，10点半。啊，其实10点半好像还好。我昨天讲到，啊，我要继续讲我。早安啊，他们要做早操吧？哦，对，应该是太晚睡。3点多才睡，哇！3点多才睡，然后那么早起床，好厉害啊！啊，云姐起来跑步，好辛苦哦，辛苦了。啊，齐青早安，西屯喵喵早安。哦，好吧，其实8点才起来，哎，可是我8点半才起来。那 Good morning，哦嗨哟。哦，嗨哟！啊，我昨天讲了那个，我加入 TP48，从甄选前到第四周课题，我昨天讲到第四周课题，那今天我要从第五周课题继续讲。5点起来，好早哦！怎么这样会有精神吗？会不会想睡觉？会打瞌睡吧？超早。我8点半才起来，心虚。我每次都不知道 iPad 要怎么解锁，它每次都一直不出现那个解锁按钮给我。哎呀，我要从我上9点半才起床。变成生理时钟了，哇！每天都5点起来嘛，好厉害哦，超早的哦。如果没有人叫我的话，我可能10点多、11点就起来才起床了。啊，来客早安，起床马上冲过来，谢谢你。趁老板不在，打个招呼，早安，狐狸吃乌龟早安。啊，因为我跟某某接着播，对。博云早安，努力起床了，好厉害哦！谢谢你，早安早安。啊，谢谢喜乐姑妈的爱心。哎，大家有看到我今天的自制耳环吗？给你们看，这边好了，我的自制耳环，我今天也是自制耳环哦。是 Thank you。就是谢谢你们这3天都来看我直播，谢谢你们，所以今天是做 Thank you 的耳环，这耳环安全多了，不会痛，开心的，开心很可爱，而且粉红色哟。谢谢喜乐跟我的舞蹈哦，谢谢。这个不会痛，而且这里有剪成圆圆的，不会痛，不会刺的，好多了，好多了。啊，我要从那个第五课题，哎，第五周课题，第五周课题。啊，周五在回家路上没来看，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就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有来看我这样子。对啊，这个也是我自己做的，也是自己制作。我这3天都自己做耳环。第一天是长方形的 TP48，第二天是就是昨天那个很刺的那个星星，有星星角的那个，像这个一样星星角，很痛。然后今天是这个爱心，谢谢你们的爱心，送你们的爱心。我每天都来看你直播，哎，真的吗？谢谢你，Mentai-san，你好，こんにちは，可爱多了又安全。
真的吗？这比较可爱吗？可是我觉得星星也蛮可爱的，只是很痛哎。对，今天的爱心耳环不会刺到人了。嘉阳早安，星星不要戴了，有啊，对啊，我也不会戴了，那好痛哦，那个就当装饰品就好，送别人，我要自己留下来做纪念，自己留着做纪念。好，我要从，大家还记得那个吗？第三阶段的第五周课题是什么？有人有记得吗？第五周课题，我要来翻译一下，哎，有人。第五周课题是，应该有人记得，我觉得那个给5年后的自己的，那个给5年后的自己的话，对对的话的讯息，对，不是给粉丝的吗？哎，那如果那个耳环，如果当周边卖，会有人买吗？昨天才讲过，对啊，可是应该就是。有些人昨天没有来，所以就不会听到昨天讲了什么。如果我把我这些耳环，我自己做的种种耳环卖出去的话嘞，有人买，真的啊、哦？可是你们不会戴吧？就是用不到吧？啊，云姐会买吗？可是星星的会刺到脸，会很痛哦。第三个题不是。步入年纪吗？第三课题是，第三课题是闹钟，以真的耳环搜搜搜啊！可是你们不会戴吧？就是做纪念吗？买来刺脸，买来送人啦，买来送不喜欢的人。因为我要送熊妹，会刺到，好痛啊！我不会戴，对啊，应该大部分人都不会戴吧？买来做纪念吗？啊，这是我的第五周课题，给你们回顾一下下，我放一点点就好。有点跑不出来。哎呀，这个啊，好蠢哦！第五周课题，大概就这样子。大概看一下就好，可以拿来撩妹，这样虫就不会飞到脸上。哎，好聪明哦，云姐聪明，好聪明哦。对，因为虫怕刺到，就不会跑到脸上。买来刺讨厌的人，哦，可以可以，长得跟现在不太一样，感觉好。你真的吗？以前比较年轻是吗？现在太老了。有差那么多吗？也才几个月而已呢。我可能是因为以前就是几乎是纯素颜吧。青涩了一阵，感觉进化不少，是进化还是退步？我觉得应该是。现在比较好看，真的、哦，我觉得应该是以前太素颜了吧，就是以前就是不会有什么妆，就是也没有化什么妆，这样会场网络好看啊、哦，叶兰在会场，没关系没关系，慢慢看，素颜也很可爱，谢谢你，学过化妆后有差的，就是因为现在是一定要化到一定程度的。妆，所以现在感觉会比较成熟吧。啊，之前就没有说一定要化什么，就像现在就会规定说眼妆一定要化之类的。可是我以前就不会化那么多，所以呵呵以前看起来比较小小屁孩的感觉吧。而且头发还比较短，哎，我以前头发好短哦，我现在才发现，我以前头发在这里而已，我以前头发在这里而已，我现在头发已经，我现在头发已经长到这里了，原本在这里，我的头发长超快了。酷哎！啊，こんにちは。以前是可爱，现在是漂亮。可爱比较好嘛，有没有？真的感觉好年，真的以前比较年轻，对不对？
而且以前其实我想要剪头发，我想把头发剪短一点，感觉比较年轻，而且比较可爱，就是像以前这样子，头发短一点，比较年轻可爱。现在头发就变长了，我一直想剪。第一次看到你化妆后，觉得变超漂亮了，谢谢你。化妆后真的化妆会比较漂亮，真的真的吗？直播卸妆啊，不行啦，不行，我会被那个切掉吧，我的直播平台会直接被关掉吧，不行不行，可以直播化妆台哦，化妆台是可以的，不是先化妆再卸妆吗？哦对啊，先化妆再卸妆，你是胚子，不是美人，好可爱哦。是卸妆再化妆啊，没有啊，是化妆再卸妆啊。你又没有妆，要怎么卸妆？要先化妆才能卸妆啊。美妆台的概念啊，哦是啊，我不知道，黑历史为什么？化妆黑心，只帮美眉化妆，不行，她还太小了，不可以伤她皮肤。以后有机会可以帮美眉化妆。是可以哦。说到这个，妹妹超想要学化妆的，就妹妹超想要跟我一样，超想要跟我一样化妆的。每次我在化妆的时候，妹妹就会一直在旁边看，然后就会一直问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样子。我觉得妹妹超想要跟我一样化妆，可是妈妈都说不行。我上次还偷偷帮她涂了口红，然后她还一直不敢让妈妈看到，还这样子。一直不敢让我妈看到，因为我妈涂口红。こんにちは。有天分，妹妹都是，妹妹是都是90天的关键字。什么关键字？她才5岁而已，可是妹妹一直想要学我化妆，所以我帮她偷偷，我还帮她涂过指甲油。结果我才帮她涂一次，妹妹就爱上了，然后之后就一直吵着我要涂指甲油，我要涂指甲油。然后而且经过看到指甲油还会说想要买，你好夸张的。こんにちは、ここは、さん。勇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关键词就是妹妹啊，就是妹妹，妹妹超爱漂亮的，我觉得她可能被我影响到了吧。小孩子太早化妆，好像对皮肤不好。对啊，真的真的，就是那么小不要化妆比较好，所以才没有要让她化妆。就妹妹很想化，可是不能让她化妆。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也没有啊，能说能说。对，14岁的熊妹妹兴趣，对啊，熊妹好像没什么在打扮的感觉，很少打扮。姐姐是女神，弟弟是丘比特，也是天使。弟弟是丘比特，为什么？对对，雨林才8岁哎，他都8岁就开始化妆，没有啦。熊妹是繁殖没有。谢谢喜乐克花的玫瑰花。萝莉情为了表示开团，包美美开团了。嗨哟，さん、こんにちは。然后，对，我到底讲了些什么？第5周，那个给5年后自己，好像说，反正就是说了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最后就生日快乐这样子，这就不回顾了，感觉好尴尬，自己看到觉得害羞。我觉得我就算5年后看了，我也会觉得很害羞吧。5年后看了就我以前怎么那么清纯？谢谢老库玛的玫瑰花，谢谢你。其实大家都是推美眉的，怎么这样？所以来看我直播是为了要听美眉的事情吗？修里昂上，其实5点起床好处是可以去补档，补档。哇，那么认真还不当。阿 K 昨天也是不小心回忆抽到半年期，我也半
放言弃儿哎，我也放言弃儿哎，哇，好巧哦！可是我没有回到那个，对，我那个时候也是抽到扮演企鹅。余真台的道理就是妹妹的余真，啊，所以大家都是来看妹妹，都是来听妹妹的，讨厌，没有人来看我，都来听妹妹。先来跟未来大鱼吃大黄焖鸡，什么？好啦，妹妹，妹妹好受大家喜爱呢。你不拉开心。这是什么？这一长串日文是什么意思？德妹妹的一针啊，德妹妹的一针，我要继续来忙收星星了。啊，谢谢你，辛苦了，辛苦了，没关系啦，量力而为就好，可以的。我是来看一针的啊，谢谢你，啾比桑。因为我不知道有妹妹啊，所以那你现在知道有妹妹了，所以要换成看妹妹了吗？怎么大家都来看妹妹？其实是要巴结弟弟，哈哈哈！哇，所以现在都是来看妹妹弟弟的，然后我的没有人来看我，来看我的变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北村剑心，这是什么？好长哦。日本語は少しだけです。できます。Hello，手滑哥，手滑厉害！48分了，今天比较晚来，是睡过头吗？哇，也是有人来看我的呢！哇，谢谢来客来看雨真，谢谢云娟也来看，谢谢你！果真还是有来看我的啦，不然大家都是看妹妹。勉強しましょう。はい。日本語。勉強します。对，今天在处理事情啊，辛苦了。卡丘大大在扮演狗仔角色。我来看曹伟斯的啊，曹伟斯，所以现在曹伟斯的人气也比我高了，是吧？好啦，给你们看一下曹伟斯。可爱的曹伟斯啊，朱比真的是来看我的，谢谢你，很感动的。云爵的云爵也在这里。Twitter 没有，我 Twitter 没有那个粉丝专业，没有没有。来听终审的，可以可以。来看一针啊！对，你觉得最好了耶。还有，来客也是来看我，Juby 也是来看我的。哎，卡丘也是来看我的，对不对？没有，卡丘是来听钟声的，好吧？耶 谢谢你们。博汉是来看一针跟弟弟妹妹，好啦，至少还有一针，不是只是看弟弟或妹妹。啊，刚刚讲到给5年后的自己嘛，就是真的是很青涩的我呢。好年轻啊！然后第六阶段还记得吗？第六阶段大家还记得吗？哦，大家都是来看我的，真的吗？谢谢你们，云爵是天使，真的，云爵，而且云爵很厉害耶，其实。我来监督手环的啊，特别早起看一阵，谢谢你，博云，辛苦了，辛苦了。等一下可以回去补眠。啊，是来看某某的，没关系，想推妹妹哦，妹妹可以，可以，可以推妹妹，欢迎破1000了哦。对课题快没什么影响了，没关系，我会帮大家回顾一下。美景だね。啊，田沢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你真要知道，粉丝都是傲娇的。好，我知道，我记得粉丝都是傲娇的。那我要，好了，我要那个，所以大家应该都不记得了吧？第六周课题，其实第六周课题是那个 TP48 宣传广告，还记得吗？第六周课题，我觉得超难的，要自己那个。
录广告，自己做广告出来，类似这样吧，就是要自己录，这超难的，这我觉得很困难。而且还要自己做歌、唱歌这样子，大概长这样。我觉得好丢脸哦。对，广告，有印象吗？啊，我的网络卡住了。好吧，网络卡住，不给你们看你。啊，有了。大概就这，好白，好蠢哦，我还是不要看。大概就这样子啊，就是这种广告，就是好呆的我哟。以前怎么那么呆呆的？云南是杯子哥，真的。我是谁？我怎么在这？我的是，我觉得我真的超蠢的，不好玩。超级，哈哈，好呆哦，呆呆的，还是可以自己看，哎，真的，还能看吗？很有朝气，对，之后变黑历史，有可能，应该这就黑历史了吧，那么呆呆的，啊，谢谢手滑里的爱心，等第七周课题，第七周课题什么？下一个对吧？对，反正第六周就是广告。第七周告白 time，告白 time，谢谢手哈里的爱心。哎，对，说到爱心，说到爱心，有没有看到？你看，我自己做的，这也是我自己做的耳环哦，又一个手做耳环，爱心的哟，爱心耳环，而且上面是写 Thank you，就是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一直来看我，谢谢你们都有来看我直播，谢谢。然后大家期待的就是下一个，对吧？爱心控，可爱，大家爱心很可爱哦。能面对过去的自己，还是没有完全的面对，就是可能看一下就哦好害羞，然后就想把它关掉。宇宙，我喜欢你，哎，我也喜欢你，戴爱心耳环，其实没有好会啦，一点点的，其实我手还蛮不协调的。云爵饿了吗？去吃东西。对，我也还没有吃，我从早上起床到现在都还没吃东西。可是我不会饿，可能是因为，可能是因为要看大家，所以就不会饿。有人被告白了，白熊被告白了。对啊，我也喜欢你们。没有，我都喜欢，我喜欢大家，不要吃醋，我喜欢大家。没有，我没有先吃早餐呢。好吧，那 有人在期待第七周课题。好啊，云姐，我也喜欢你。对，云姐有晨跑，像我就是起床都没有在运动的。哎 我叫大家，阿手滑，你很会呢，已经快第二名了，真的吗？哇，谢谢大家的哦，第三名，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你们。哎，琪琪，我也喜欢你，你要改姓大家，大家琪琪。啊，大家亲亲也是可以的。大家亲亲，我喜欢你。大家，我喜欢你。好多人叫大家哦。啊，谢谢希拉库玛的花束，谢谢你。手滑里新昵称叫大家，大家手滑里，大家致敬香，有，我知道他。同为新族人，真的啊，Robert，谢谢你，新族人耶，同为新族人。大家感觉是房东的粉丝，大家好，我是大家来客，大家都叫大家了，全部人都叫大家，还蛮厉害的，好多大家，一堆大家，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大家。啊，卡修在新竹上班，真的啊、哦？哎，对啊，我是新竹人。大家改名、改姓、改姓啊，大家的姓氏，大家什么什么什么，这蛮厉害的。啊，然后还有要进到大家们，大家，哎，这怎么讲啊？像我是什么？姓氏就是什么？可能陈先生、陈小姐，那我是大家先生、大家小姐、大家爵，大家爵、云爵、大家云爵，哎、欸，不错。怎么大家都叫大家？不要再叫大家了，这样怎么好难讲话哦？メンヘラさん、こんにちは。え、シロクマよ。转新竹城，可以可以。可是我觉得我很少出门的，应该也是不会遇到。大家语，哎，我要进大家期待的第七周课题了。大家要看一下吗？给你们看一下好了。可是我也觉得好害羞，而且这看起来怎么更呆呆的感觉？呆呆的感觉，新竹人啊，啊，来客不是新竹人，很多大部分都是台北人吧？感觉的，对啊，大家是一个日本姓氏，我知道，我知道，AKB 里面有一个叫姓大家的。啊，给你们看一下好了，我的第七周告白 time。啊，好长哦，可以切掉吗？好长哦。看呆表示，对，表示我进化了，超呆的，好以前哦，以前的我，这怎么那么长啊？我可以把它切掉了吗？额头有点高，对啊，那个时候刘海就是有点就是。啊，好，结束了。那个时候刘海就是太这样子了，所以就感觉很高。啊，谢谢谢谢草莓酱的爱心，谢谢，封我20亿什么？20亿光年美少女，哇，谢谢谢谢，不要切哟，我没有切，我没有切，给你们看完。手上的是什么？影片呢？哇，谢谢草莓酱的爱心，谢谢你。没事，什么都要辣，什么要辣？我说影片手上哦，影片手上的，影片手上的是我的 MP4，哎，结果这个有幕后花絮，就是大家应该都不记得了，可是其实光年是距离单位啊，我知道，我知道光年是距离单位，光一年行走的距离，这我懂的。啊，Q 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手上的是 MP4，我最喜欢的东西。其实那个时候也想好久，我到底要说什么啊？大部分都很喜欢啊，很多东西也很喜欢啊，食物也好喜欢啊，然后什么很多饰品啊，很多东西都很喜欢。可是最后决定，好吧，跟音乐相关的好了，就拿 MP4。Zero 上。こんにちは、カルトンさん、こんにちは。我当然知道光年是巨人，这不是很基本的常识吗？哎 好真是的，距离21亿光年，啊，好远哦！没有没有，我们是可以接，我们是可以面对面接触的偶像哦，可以近距离接触的哦，只要来参加握手会就不会21亿光年。花絮是什么？啊，没有没有，不能介绍妹妹啊。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我最喜欢的是妹妹，然后我一直抱着她，然后就亲她这样子。花絮是东江，はじめまして。对啊，我是大学生，哪里知道？国中就知道了。Tsuki さん，台湾大好き。啊，こんにちは。
私日本は大好きです。日本大好き。那对对对，我要讲花絮嘛，就是大家应该都不记得了，不过没关系，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那个课题，其实题目是，就是题目最后有说要眨眼，要眨一下眼睛，可是我完全忘记那回事了，所以我就是他们在那个说那个我喜欢你的那个地方要眨眼睛，可是我完全忘记要眨眼了，所以我就没有眨眼，我就是这样眼睛张开了我喜欢你，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录完之后，重点是录完然后已经发出去之后，我看了别人之后才发现啊，你们要眨眼了，然后我都没有眨眼，完全没眨眼，完全忘记了，快通报啊，通报谁？恭喜哎，两千人了，那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真的完全忘记要。我完全忘记要眨眼这件事情。林口上啊，こんにちは。日本語上手だね。ええ、不知です。一百个也太多了，一个啦，这样就好。那应该要配合那个，我喜欢你，这样子，好。日本的朋友啊 ，Zero 桑，こんにちは。没被退就好，通报已增报加新妹妹，什么？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这没有错，是妹妹心甘情愿的，搞不好没有心甘情愿啊！谢谢阿华的爱心，已增 wink 上手。哎呦，我还蛮上手的，其实还蛮顺的啊，耶、yeah ！有啦，我好几个了，已经快10个了吧？哈哈，好，10个就够了，拜托10个就好。我眼睛会抽筋吧？我眼睛等下抽筋了，关不起来或者张不开。哇，谢谢阿华的爱心。妹妹表示等我长大就有力气拒绝了。她现在也很有力气，好不好？她力气超大的，一直还会打人。而且他都不给我亲，他都不给我亲嘴巴，他都说只能亲脸脸，然后就靠脸脸给我，他都不给我亲嘴巴，好电耶， yeah， 棒电，笑容很可爱，谢谢你 ，wink， 嗨 ，wink this， 都是妹妹太可爱了，以为刚刚会这样说。没有，眼睛会发光，真的吗？等100次，100次太多了，不行，已经有10次了，10次了啊，好吧，是妹妹好可爱啊，真是的，可以不要这样子吗？伤我的心，心都碎光光了。说好可爱，结果是说妹妹，一次打完嘛，一次打完说是妹妹好可爱吗？不要夺走妹妹的初吻。好啦，不躲，她也不给我亲啊，她超坏的。他都不爱姐姐，他都不给我亲吐他的嘴巴。妹妹要保护重要的出问，对，妹妹要保护。先去吃早餐，好的，拜拜，啾比，拜拜。一阵是真啊、哦，好，这可以。可爱是妹妹对吧？哎、欸，妹妹也会这样跟我说、欸，哎，妹妹会说。妹妹会说那个可爱是我，姐姐是漂亮，妹妹都会这样讲，超可爱的。我每次都说啊，每次妹妹都会问我说那个，如果是弟弟说，哎，弟弟也会，弟弟会强吻妹妹，而且妹妹常常会被他妈哭，你们知道吗？超夸张的。哦，弟弟真的很坏哎。弟弟会强吻妹妹，弟弟每次都硬抓着她说，然后一直要亲她，然后妹妹就会尖叫说啊不要这样子，然后最后还会哭，对不对？弟弟不可以，弟弟不 OK， 弟弟超夸张的。我前面是谁啊、哦？我前面是弟弟啊。对啊，弟弟都会弄哭妹妹，弟弟超过分的。
像如果是我的话，妹妹说不要亲，我就会好啦，不亲不亲，就，然后她就会说只能脸脸，我就好，我只亲她脸脸。可是弟弟是强迫要亲他弟弟，超过分的，然后弟弟都会，妹妹都会哭。其实这里是妹弟弟妹妹才对，对对对，主要都在讲弟弟妹妹，弟弟被爆料了，对啊，当然要多爆一点。变态弟弟，真的，弟弟都会一直要亲妹妹。我刚刚讲到哪里？对，弟弟他喽。云爵没错，一真是主播，对，我是主播，然后我在介绍妹妹嘉宾那个特别来宾 guest 就是弟弟妹妹。哎，对，我刚刚说我要那个自我介绍，我一直把本拿在手上，说完全忘记了。弟弟哈，弟弟要出门，我只是说出实话，所以弟弟也没办法反驳什么。弟弟只能反驳说你也常常把妹妹用哭啊，他只能这样讲而已，因为他真的很常把妹妹用哭。拜托，我的次数比弟弟少多了，好不好？我大部分都让弟弟，我大部分都让妹妹很喜欢，啊，弟弟每次都让妹妹哭。啊，他都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我自我介绍。哎，大家早安，大家早安啦、啊！我是 TP48 的贾一真，这是我的 Instagram，请大家追踪我哟。皆さん、こんにちは。TP48 のリカです。これは私のインスタです。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ね。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ソーラーさん、こんにちは。然后，第七个课题就是这样子啦。我最喜告白 time，喜欢的东西。following 了，对啊，很多人应该都已经追踪了。其实我都有注意到你们的 Instagram，就是，而且尤其是有留言的，就是每次只要有留言的，我都会点进去看你们的个人资料，所以你们可以多留言，这样就可以，我就可以很清楚你们的个人资料。日本語話せる？あ、少しだけできます。怕。我为什么要怕？大家可以多留言，让我那个仔细的看看你们的那个你们的个人资料。哎，有，我有看到齐青的哟，我有看到齐青的 IG 跟那个 FB，就刚好看到啊，因为有留言，有齐青有在那个。啊，我前阵子有看我的后援会，然后有留言，我知道啊，你不是放你的照片，你是放那个女生的照片，好像是 NGT 的吗？我有点忘记了，一个成员的照片，不敢留言了，不要，因为很少留言，很少留言就比较不会注意到，可是基本上只要有留过一次言的，我都会看，我都会只记得。啊，こんにちは。还好没留言。哎，可是我看到你的哎，学到哭嘛。我有看到你的 Instagram，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可以看到，反正我就看到了。我有看到你的，还好都没放照片。等握手会啊，可以可以。你认为大选会怎么样？Men 台上什么总选举吗？So thank you。那个。总选举哦，啊，那个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们去参加的人真的都很强，我都有偷偷注意你们的啦，有大部分啊，就是有留言，或者是刚好，可能刚好我很闲，然后你们有按赞，我就会点进去看一下。一真在讲，云爵在看，我也有。看那个翻云爵的个人资料，云爵发文好少哦，可以多发一点，清楚知道谁是谁。对，我都，就是好，都是好很恐怖感觉，是不是很变态？是不是很变态？可是就是
多了解不是很好吗？多互动一点呢，这样子超棒的。其实你们那个传讯息给我，虽然我不能回，可是其实我都会看。然后我都会点进去。应援，对，应援会的 FB 我也看到，有。调查粉丝的歌词，没有，没有啦，没有啦。人在昨天在看，就是稍微看一下这样子。你为什么没参加？So thank you。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是研究生啊。哎，其实好像也，就是他就是只有选5个人参加而已。那。就有适合的5个人，所以我就没有参加这样子。而且主要也是因为，就我也不是正式生，所以就也没办法。对。调查粉丝，我一直以为是双子两人特例，没有，我会调查粉丝，我会默默的调查粉丝。莹姐很可爱的，就开始。调查粉丝的喜好，其实也没有调查出什么东西，说真的。对啦，应该大部分成员都会看粉丝的资料吧。啊，明太さん、私、総選挙は参加しません。参加しません。なおちゃん、こんにちは。推高叔叔，为什么他是叔叔啊？为什么云爵是高叔叔？为何？不懂。为什么他年纪比我小呢？为什么是叔叔？はい、はい、しないです。参加しない。属什么？对啊，云爵为什么是叔叔？你真不报考调查局吗？我还没有那么厉害到调查局啦，我是稍微而已，还没有那么厉害。负三，负三的 TGC，我有参加，那怎么讲？TGC 三科西蒙斯。说成摸大腿，会摸大腿，真的啊、真的啊、云姐会，云姐是怪叔叔，是啊、原来如此，我要小心点，然后去瘙痒都被说成摸大腿，可是云姐没有来搔过我痒，可能因为我也会。会骚人家，其实还好，我不是骚人家，我是抱人家，我会抱抱。有一次我在审查时，加翼王的 IG 回瑞婷的照片，哎，真的哦，哇，真好真好。对，我不是骚痒，我会抱抱。それともモデルになるんですか？モデル。今はモデルじゃない。でも、なりたいです。モデル、なりたいです。ヒンジェス TP48 的 Yuko さん。可以这么说呢。其实我也会，就是我会抱抱人家，不会瘙痒，会抱抱。被我抱吗？可是我都抱女生呢，都抱女生，互摸互抱，那也太恐怖了，这好害羞哦，可能不会吧，我会抱抱一下，然后被摸的话可能会吓到就，不可以摸我这样之类的，就会那个打架这样子，抱柚子吧，会柚子可爱，会抱抱，很可爱，小小只的。互摸互抱，那听起来好奇怪啊！下一周课题，下一周课题啦，要继续讲了，不然我等下要讲不完了。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讲完。男生就去抱弟弟，弟弟可以
弟弟愿意吗？愿意提供包包吗？弟弟说不愿意。百合无限好，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到弟弟有点急，不要抱弟弟，弟弟应该也不肯吧？弟弟很 man talk，弟弟很直的。好啊，你下一周客厅。下一周是第八周了，第八周了呢，好快哦！第八周是什么？有人知道吗？那这样子就感觉我现在的吉祥物超 S 被代替了吗？没有没有没有，哦，是我以前设计的吉祥物被超 S 代替了。第八周是那个，还没有最终，还没有最终第八。面带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老公亲さん、嗨，こんにち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吉祥物在第八都是吉祥物哦，到时候去听弟弟报更多医生的料。对对，第八都是吉祥物，第八都是吉祥物，可是。这样好尴尬哦，对他不好意思哎，因为我之前吉祥物跟这个长得不一样。在第八周的吉祥物给大家看一下吉祥物，活动最后一天让妹妹亮相拉票，哦，没办法，我也很想，没办法，这个无法呀。啊，富山真的不错。啊，我要给你们看那个。即将会进化的，超伟斯先出场，超伟斯已经出场了。对，我现在给你们看前吉祥物，之前的马苏卡托，哎 我按到暂停了，不好意思。应该要调出观众席，真的假的？前任见现任，第八周是那个 TP 的吉祥物，超伟是我的哦，对，那就不一样，超伟是我的吉祥物，哎，我拿 YY 的。怎么蠢了？房间的配置啊，房间啊，窗帘啦，只是窗帘而已。天天那么蠢呢？对，也是狮子系，对，也是狮子系的，毕竟就是狮子呗。现在是在厨房，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在厨房好厉害啊？结束，台灯到补光灯。哎，对，台灯到补光灯，没发现啊？对，这样就看到了，对啊，台灯。为什么你们知道在厨房也太强了吧？你们怎么看的？对啊，的确我现在在厨房，其实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的确在厨房啊，是反射的关系对不对？哎，你们真的太会了哦，地上有点乱，地上都是弟弟的东西好不好？弟弟的东西都丢在那里，都丢在我的正前方的地上，看到椅子了啊，难怪，居然大家都发现是那个。现在大家都发现是厨房，窗帘关起来吗？弟弟，窗帘关一下，谢谢你。地板很乱，你们这样都看到，好恐怖，我来偷看一下。嘿嘿，这样看不到了嘞。这样还可以照到我自己，好像镜子哦，好可爱哦，好好玩哦。这里还有一个我，然后正好三个我，一二三，
啊，好啦，我好无聊，不要理我。反色啊，根本在看影片，什么啦？主要是看影片，怎么可以都看反色？看到琉璃台，难怪找到自己的。为什么会在厨房直播？因为只有厨房有适合的 place，就是这地方，厨房刚好有好用的地方，就来厨房直播了。因为像书桌什么就太凌乱了，就没办法，有点困难。对啊，三个一针哦，刚刚有三个一针。咦，我的可爱的耳环，头发都遮到它了。开腔了吗？没有啊，人家是正经的，安静的。好啦，好假哦。啊，其实我很腔啊。啊，这就是我的。前任吉祥物，后面是冰箱吗？啊，不是后面，然后冰箱就在我正前方，就在这里，这里，干嘛要影响？干嘛要那个啊？那么了解我们家厨房，厕所直播没有，还没有到厕所直播，应该没有人会在厕所直播吧？我在厨房直播。其实，因为我们厨房蛮大的啊，我们家厨房很大，就觉得还蛮 OK 的啦。嗯，对啊，厨房算蛮大的。三省有几州？十州，对。对，这就是我的前 我的前吉祥物，了解地形。好啦，可以可以，这也是厨房，冰箱在这边，然后。弟弟在那边，然后窗户也在那边，这样子，门口在后面，好，我让大家理解了。哎，肚子饿了还可以直接拿东西吃，是可以啦。可是直播中不能吃东西，没办法。其实我也，云爵饱了，真好。我换我饿了怎么办？云爵饱了换我饿了，我有点饿了，等一下要吃东西了。谁叫你要看我的 IG 个人资料？怎么会？可是被观察不是很好吗？我都有注意你们诶，而且那个你们的名字什么的，我大概都记得，默默的记得。可以吃东西啊？不行，直播中不能吃东西啊，肚子饿了呢。然后去上班了啊，辛苦了，好吧，没关系。会玩一首花歌，辛苦了，辛苦了。没规定不能吃，有啦，有说不能吃，所以没办法。来，手华丽慢走，上班加油，上班加油哦，加油加油，耶！补你一个 wink，加油。日本很多开料理直播，有，我知道这个，可是我们不行。就是目前还不行吧，应该是目前。等我吃饱后再继续吧，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让你们这样等。我就播到12点，OK 的。哎，送哈哥路上小心哦，拜拜。啊，这就是我的吉祥物，我吉祥物以前叫头碰哎，头碰，哈哈，谢谢大家，谢谢自己。有好多人都叫大家，原来日台不一定有差，不知道是日台不一定有差，还是好像就是 TP，好像就是，我只知道我们就是不行，不能吃东西就对了，对啊，我不知道其他人你，对，想听终审，对，很会讲，啊，这就是我的以前的吉祥物，而且它叫头碰哦，可爱的头碰，好第。哇，最终课题了，第九周了。第九周是谢谢，阿里嘎多。耶，这个我也觉得，好错，真的觉得好错，这是感谢的课题，谢谢的课题，对，谢谢，这是谢谢妈妈哦。对，感谢岳母大人，不觉得超级小屁孩的感觉吗？超
好像国中生哦，好可爱吗？我觉得好好害羞啊。啊，这个，对，在我直播的时候，都把弟弟妹妹带出门的，真的很辛苦。不过现在不用了。以为是梅林，真的吗？对，说到这个，之前真的是很夸张，就是我之前不是在审查的时候有 Live Me 的直播吗？然后，然后每次我直播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因为还不熟悉直播的东，就是还不习惯直播，所以那个时候爸爸妈妈都会在我直播的时候都会把弟弟跟妹妹带出去，都会把弟弟妹妹带走，就直接带，就是会把他带出去，然后家里就会只剩我一个人，而家里就剩我一个人可以安静的直播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也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弄比较好，所以就是都会把弟弟妹妹带，特别的带出去，然后我自己在家里。顺利的直播这样子，不过现在都不用了啦。现在就有个，现在就找到一个适合的地方，然后道具也比较多。对对，他怕干扰到我，真的就真的很辛苦都要就是在很晚，就是在对呀，那个早上都8点左右直播吧，七八点对，对，8点左右直播，都还要特地把弟弟妹妹带出去，还蛮辛苦的。对，真的爸爸妈妈辛苦了。不过现在是不用了，现在就有就适合的地方，然后这什么什么架子啊，还有一大堆东西都有了。对，我之前是在我书桌上直播，然后会有，就是我都是用书桌的台灯打光，可是现在有很多比较多东西可以弄了，所以就可以主要就可以，哎，就不用把弟弟妹妹特别带出去，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有。适合的地方做直播，现在是比较好了。虽然还是要提早2个小时开始准备。对，今天也能看投送幸福啊？你说生啊、哦、放送吗？重点还是弟弟妹妹，可以留妹妹冲关中暑。对，现在还有弟弟帮忙，真的比较方便。妹妹不能入境，就是怕他们吵，然后就把她带出去。现在就方便多了。这就是我的感谢。为什么那么暗？屏幕好暗。好，这就是最终课题，感谢的。4000人了，真好。Boka-san，こんにちは。其实弟弟，对弟弟其实很贴心，真的。啊，那我要，既然最终课题感谢的也讲完了，对，我要进入终审了。哇，恐怖紧张了，终审，对，我要进入终审哦。哎，我想要打个那个便条在上面，要打什么好嘞？中。好，最终审查，硬要打一下，好久没有打这个了。打错了。分享，耶！大家有看到吗？上面那个终审到底做了什么事？好好，我会来讲。4000人呢？哦，我要先自我介绍，硬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哎，大家早安呢、啊，午安了呢，大家午安，我是 TP48 的贾怡真，这是我的 IG 哦，请大家一定要追踪我。This is my Instagram, please follow me, thank you。こんにちは、TP48 のリカです。これは私のインスタです。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
没有标准，什么东西？啊、哦，只参加发表会，不知道审查标准。你有参加发表会？所以有来吗？哎，所以你有在现场啊？我们在那个时候，选的时候在现场，太酷了呗！神之七十人，对对，终审，终审真的超刺激的，我都满身大汗那个时候，紧张的冒冷汗，然后都有汗。诶，假的？有人真的有人抽到？哇，手滑哥有幸运进场诶！哎，手滑哥不是上班了吗？哇，好赞哦，好厉害哦！有看到一阵上台，真的，谢谢。有啊，怎么那么多人都有抽到啊？好强哦！没抽到，哦，阿华没抽到，博翰没抽到，嗯，哎，手滑哥跟卡丘都有抽到，厉害耶！阿莱克也没抽到，其实好像蛮多人抽到的，啊，好厉害哦！原来真的有人在那里哦，真的会有人抽到，我一直以为那里可能都是工作人员什么的，原来真的是粉丝有抽到，啊，不过应该没抽到哦，太晚知道一阵没关系，现在知道也来得及，不迟不迟，没关系的。哎，许多克马也有抽到，真的假的？哇，抽到人真的好多哦。好强哦，都有抽到哎！哇，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没啥兴趣，没关系，没关系，真的没关系的。现在有兴趣，现在对我有兴趣就好。只能看直播，没关系啦，反正之后还会很多活动，握手会什么都可以来。打 call，那么大声，有听到，可是就是。我也其实也搞不太清楚到底是哪里传来的，嗯，而且那个时候很紧张，也没有，就也不太有多余的心思放在其他地方，就那个很紧张呢。我当时也以为第三轮就结束了，没想到居然还有第四轮，而且我就是在第四轮的，我就是在第四轮才出来的，就哇，超恐怖的呀！我真的以为。我真的以为第三轮就没了，想说，好像说啊，没有上，结果没想到，没想到，哇，居然还有第四轮，有吓到了。啊，飞秀上，飞秀 and 屈，这什么？屈服死，阿里卡多在伊莫斯，恭喜已真能上。对啊，狗真的，我本来以为没有，因为第四次。好，讲一下，当时脑袋空空。其实一直想说后面一期，啊，想做后面。啊，我来讲一下最终审查在做什么。推妹妹，好啦，又是一个推妹妹，哎，又是推妹妹。好，我来讲一下，最终审查在做什么？其实我要回想一下，就是，对，就是那天。早上那天好像中午左右就去了，然后就是我们先去拍，就是他们说要拍我们的便服照片，所以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先轮流先去拍照，拍完照之后，其实就是坐在休息室。背稿子，我们大家都一直在背稿子，真的就是狂背，就是自我介绍稿子，就是大家就坐在休息室，就其实坐很久因为 因为大家是轮流的，中午才去，晚上才去，啊，那就是早上去了，10点多吧，我记得10点半吧，不是现在的公司，现在的公司照是拍 MV 的时候拍的。那个是超早拍的哎，那个公司都是超早之前拍的。啊嗨，云爵回来了，云爵也可以一起分享一下最终审查的事情。我有去啦，只是我忘记了。MV 到底拍几套 MV？就那一个 MV 啊。就是我们的公司照是拍 MV 那天拍的，
我喜欢选秀生没上，真的啊？哪个啊？搞不好我知道谁，虽然应该是不知道，不太，是谁啊？那我知道的人其实很少，认识很少。中国語がわからないですが、ボーターさん、可是我日文也没办法说很多。马嘉玲，你都什么意思啊？放大灯吗？难怪我推妹妹。什么？三春啊？所以后来还是有上嘛？那恭喜恭喜，还是有上了。什么是假的一真？哪个是假的一真？上台的啊，上台的，哈哈，没有，是，对，是 Freddy 打的假一真，不是手滑哥打的假的一真，不是，是我，真的是我，是姓氏的假一真。你多鲁很像啊，跟马嘉玲很像吗？哎呦，谢谢你称赞，这是个称赞呢，谢谢你。不是假的啦，就很久了呢，2月4号吗？我记得好像是2月4号的事呢，忘记了啦。真的一真在这里，没有，真的一真在心里。对呗，你看，你觉得也忘了，都忘了啦。真的一真叫大家一真。啊，华丽改华哥了，对啊，在手华哥了呢。对啊，云娟也忘记了吧？应该很多人忘记了吧？都很久了耶。云娟还记得这种审查的事情吗？其实就是我这应该是10点多11点吧去，然后就先拍照，然后呢，然后其实因为那个每就是。我们要自我介绍加上唱歌，然后唱歌大概就是几句而已啦，就是唱个几句，然后要，然后会那个评审会问问题，这样子，就是一个人可能至少也要花个最快也要花个3到5分钟的时间吧，这样子。说话你去上班了。我唱什么？我唱西野加奈的，我唱西野加奈的那个《トリセツ》。トリセツ，使用说明书。其实他只问我一个问题而已，评审只问我一个问题而已，就是那个时候最多最长的时间就是在休息室等。可是其实等也不会觉得很久，因为就是一直在背稿子。一直背稿子哎，就是那个，因为我就是自我就是介绍的稿子，我是讲中文加日文，所以就比较要时间背。西野加奈，西野加奈さんのトリセツ使用说明书，对，那我唱使用说明书，超难的，是自己选的，对，这是歌是自己选的，有看到秋元老师啊，阿基莫托先生。有，就在我们的正前方哦，压力超大，恐怖。那时候很难唱。你的神推，西多库玛神推，是什么阿基莫托先生吗？有那个秋元老师问我说，为什么要选这首歌？秋元老师问为什么要选这首歌？他问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唱日语，对，我唱日语。我问你都是假的，真的吗？没有，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先在休息室等了很久，然后超紧张的，而且，柚子卡在我后面，就是我，然后柚子卡在我后面。有没有没有限制语言啊？自己选的，这真的是主审官的喜好。
二酸退休费。了解，然后我有看到阿基摩托先生，陈以轩，嗨。哦，对，可能他希望唱他写的歌，不知道哎，就是他就只问我一个问题，然后就问说我想要选哪首歌。对，在优子卡前面压力超大的，很恐怖，因为优子卡太厉害了。真的，面试是看合不合主审官的信号，但可是没上的人会看修容直播吗？不知道，有，我认识的就有看，对，这周上的人，对，就是他虽然就是老师是问我，就是秋莲老师问我为什么选这首歌，然后我就回答说。我那个时候超慌乱的，好不好？就是脑子一片空白，我就回答说，因为我最一开始喜欢的那个日本艺人就是你西诺卡纳桑，就是我最一开始接触日本，就是因为我朋友跟我推荐说这个人唱歌很好听啊，然后我就去查了，然后就真的很好听，所以我就喜欢，我就。就有很关，就还蛮关注西野加奈的，所以就是我第一开始最喜欢的是你西诺卡纳桑，然后是后来又更接触日本之后才知道 AKB48 的，很 OK 吗？我是这样讲的，审查生身高差真多，有可能，而且优子还是在后面，整个就是呀，超超多的，对啊，可是。虽然我是这样，就是我本来想说，他问我为什么选这首歌，可能就只是想要知道为什么。结果我回家之后跟爸爸妈妈讲，我一直就是，结果被他们一直笑，被我爸妈一直笑，一直笑。他们说，老师问你为什么选这首歌，是不是因为？他觉得你唱的太难听了，所以既然唱那么难听，为什么还要选这首歌？他们就一直笑我，一定是因为这样子，超过分的。我爸爸妈妈就一直笑我说，一定是因为唱太难听了，所以老师才问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他们说是我唱的太难听，不知道应该其实我唱的是还蛮不好的，就是那个时候超紧张的耶，超恐怖的啦，就是那个。状态超级不稳定的，这样，官方不会有啊，这种会掉粉丝，不会有吧？当黑历史可以呀、啊，可能会哦，哎，不要啦，我不想要。对，因为，对啊，因为你西诺加纳桑这个契机，我才会接触日本的偶像，对。上综艺后就有机会回顾了，我不太想回复这个，很一定会超，一定很难听啊，真的一定是超难听的，哈哈，不要猜我的想法，你们猜不到的，也不知道反正我妈妈就一直笑我，说一定是因为我唱的太难听了，所以她才这样讲，不要唱小事做的歌，都不会这样。这也是小事了，以后有冠名节目的话就会播了啊！不要播吧，这个超丢脸，这太丢脸了吧！不要啦，没人逃得过的过程啊！的确是这样子，可是可能就是有人从以前就很厉害这样子，以前就很厉害就不会有黑历史，小事则哉啊！日本から。あ、リンさん、こんにち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不会啊，很赞。你怎么知道很赞？搞不好你们都觉得哇，真的好难听，这样子，真的唱得不太 OK 呢。真的蛮有的，哦对，哦哟，我有看到蛮有的真血被播过，可是我觉得很可爱啊，我觉得蛮有超可爱的。黑历史回顾啊，所以我的可能会被播出来哦啊。不要吧，
好丢脸哦。啊，对，月租卡这种，对啊，像月租卡就不会有什么黑历史，因为他就是从审查的时候就很厉害啊，到现在还是很厉害。能被综艺节目当黑历史放出来，啊，要是有一定人气，所以也是好事呢。嗯，我应对正常，基本上就不会太差。了解，了解，不要傻在那里就好。我没有傻子哦，我回答，我回答。哦，对啊，妈有中文超厉害的啊，真的。要成功就不要怕被黑。好吧，好，我不怕，我不怕，我为了成功什么都可以忍哦。晚上不遛吗？中午很遛，晚上不遛吗？中文，对啊，那个麻油真的中文超好的，而且他完全根本就是台湾人的感觉，就是中文好到不会，也没有，他就是发音还是听得出来不是台湾人，可是。中文就是真的好到根本就是可以正常沟通这样，超厉害的。我们聊天都是用中文聊天，哎，早上也聊。马友晚上变各国语言大放送，真的吗？跟马友有当好朋友了吗？有啊，我们是好朋友。一票人家像。昨天 IG 一票人加上 JKT 也来，真的、哦、好厉害啊、哦！哎，麻油会中文、英文、日文，还有什么啊？还有其他的吗？还有其他语言吗？那也太厉害了吧！印尼文，麻油会印尼文，真的假的？太厉害了吧！麻油英文比中文好多了，真的！哎，好厉害！我知道他英文很好，可是比中文还好吗？可是他中文也很厉害。好恐怖！哎，好厉害哦，还会讲台语，太强了吧！大阪人，快去！好，我跟他说，对，我还没有跟他讲过我吃过15000的鱼，可以跟他讲一讲。哎，好厉害哦，什么语言都会，妈呀，真的好强！用印尼话，真的哦，有 JTT 的成员来，好厉害哦！我会外星文，那我也会外星文。世界哪有？真的好厉害啊！好多语言都会。阿拉伯文，你哪会阿拉伯文？真的假的？好强哦！啊，法法也是国际组，法法英文也很厉害。东卡斯桑孔尼基哇，跟云爵是一条心的哇。我要跟妹妹讲，手滑哥劈腿，跟妹妹说，雨林会火星文，那我会外星文。妈又可以教成员英文，真的，还有还可以教我日文，好，真的妈又好厉害哦，我想要跟他学日文。对啊，我要，可是要怎么学日文呢？好困难哦。Mina 的阿拉伯语。所以米娜这种，所以米娜会阿拉伯语，太厉害了吧！哇，大家怎么每个人都有会擅长的语言呢？好厉害哦！那我真的要好好学日文了。我想要跟马友学日文，可是他中文太好了，我不知道我可以教他什么，学仪征文啊、哦，可以可以。哎，我可以创一个我自己的语言呢，然后让你们学，也不错。可是语言好像很难创，还要文法，对，还要有固定的文法 什么的。骗人，其实日文也不好，骗人，你明明就日文超厉害的。杨 杰擅长中文，我也擅长中文。啊 ，Mina 说其他不会啊，好吧，其他不会。没关系，Mina 教授的阿拉伯，阿给力皮是吗？潘之怡，什么？搜寻潘之怡，有粉丝帮他做阿拉伯语片，可以可以，好啊，我想去看一下，还好像蛮好玩的。
对嘛，那个齐秦明明就恩婉厉害。哎，于心美姬会解新闻，我不会。阿拉伯语、米拉伯语，好厉害哦！对啊，不能丢星星。诶。哎，我这里显示我居然没有第八名，我第八名居然是空位，酷！来查水表，杰星文一定很难。嗯，015安，一周开到几天啊？Juby 回来啦，Hello，我会开到12点，哎，还有8分钟呢，我开剩8分钟，我会开到12点哦。嗯，我发现了，剩8分钟。不过还好，我的主题都有讲完。终审，终审差不多讲完啦。啊，手滑哥，拜拜。其实 NGG 有个成员一直打错字，真的假的？很可爱，很可爱。拜拜，拜拜，手滑哥，拜拜。终审呢、哦？其实终审就差不多这样子。嗯，云杰，云杰居然偷偷对雷吉告白，然后在我面前 开到5点吧，也太久了，太久了，趁乱告白，云杰不可以这样子，趁乱告白，还被我看到了。不是啊，你要告白就不要被我看到，不要让我看到就没问题。偷告白，连雷姐也这样子，嗯，雷姐也这样子，我也吃醋了，啊耶，云姐我也喜欢你，雷姐没有想我，难过，那、哦、我被闪云姐有没有摸过林一？哎、欸，我还没看过哎、欸。不行，看到5点了，对啊，要先去吃饭，对啊，我肚子饿了。嗯，那一集都没有想我，哦，难过，好闪哦，太闪了，我要毕业啊，宜轩啊，对，这礼拜都是毕业周，那个学弟妹人都在毕业，弟弟看到都打哈欠，了，弟弟。直接看到他打哈欠，不要说出来啦！我大家都想2个礼拜没见，我很难过。嗯，我以为大家都想，换零一，换零一次，换零一，福阿基，弟弟对白很没兴趣，弟弟打哈欠太大声了，不 OK 哦，弟弟。其实我有听到，太大声了，哎，你看，大家都有听到你打哈欠，弟 弟他说，有人说不可以，没关注你就打哈欠了，不可以这样。许多库玛说不可以这样子哦，看直播想成员对，弟弟想睡回笼觉、哦。对啊，弟弟想睡觉，可是弟弟明明就比我晚起。对，弟弟辛苦了，对啊，大家都辛苦了。想问弟弟有没有看过《游戏人生》剧场版？啊哈哈！弟弟超激动，弟弟说有，弟弟超激动的，嘘，好好好，弟弟超激动的，弟弟瞬间超激动，他突然跳起来，他本来快睡着，突然间他本来就这样子快睡着，突然间有这样子瞬间。超有精神，好扯哦！弟弟瞬间醒了，醒过来了。然后他说他有看过，他超激动的。弟弟超激动的，瞬间超激动的，不知道为什么，哇，弟弟现在是正在找他的那个，他说他要把影片载下来，他正在找他档，他正在找档案给我看，超扯的！你也反应太大了吧，弟弟？
瞬间跳起来，哎呦，这样子，好扯哦！哈哈，弟弟开台可以可以，弟弟好感度加100哦，加100了，掉到弟弟了。哦，大家都看过哎，好厉害啊！我弟弟14岁吗？哎，你几岁啊，弟弟？弟弟说他忘记他几岁了。弟弟说他忘了他几岁了，糟糕！我刚刚问弟弟你几岁，他说我忘了，应该是14岁吧？你是国二对不对？然后他放给我看他的那个，弟弟放给我看他载下来的影片的，国二吗？弟弟是国二对吧？对对，他国二，所以应该14岁，57分了啊，差不多了呢。对，要关掉，那个游戏人生剧场版。大家都有看过哇，鱼心动漫跟剧场版我看了2次，厉害这个。弟弟也看了2次，弟弟也是很激动的说："我看2次。"弟弟会不会比你还大？没有啊，你才国二而已，你顶多就14、15岁吧。啊，我不用看，你收起来。对，刚好中二年龄，就是超中二的。弟弟没有女朋友，弟弟交不到啊。弟弟没有女朋友，帮他争个女友好了，单身单身，弟弟当国王，猫耳朵给我坐下哦，弟弟会有什么反应啊？你说什么？哦，弟弟要留言了，是会哭的影片哦，真的假的？会哭哦？哎，我没有看过，其实我知道这个，可是我没有看过，会哭哦？弟弟有哭吗？哎，弟弟有哭哎，你说他有哭？哇塞！啊，弟弟说我要修笔，什么是修笔啊？台湾 demo 什么？帮弟弟争男友，不要了，我的心在哭，我没有啊，雷奇没有哭啊，弟弟说他有哭啊，我弟弟有哭，帮弟弟争男友，不要了，弟弟要修笔，修笔是什么？一个角色啊？哦。那我就不看了。哎，啊，卡丘不看会哭哭的影片了，真的。可是我会看，哎，觉得很感动。电视版是欢乐，剧场版是感人啊。哎，对，弟弟在2次元有女朋友，对对对。弟弟留言了，弟弟要修笔。催婚协会议员吗？是什么？哇，你们都开始聊起游戏人生，我完全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哎，快12点了呢！对啊，快12点了，我要念排名了，要结束了，要结束了，不要再游戏人生了，要结束了。真的啊，那么好看哦，那我也要，我也想看一下了耶。啊，那你再把档案传给我哈，好好，你可以传那个，你再从云端给我比较好。好好，你再传给我，我看。既然大家都看过，那我要看一下。对，我要去吃饭了，拜拜！我要念个先，我先念排名。对，下礼拜直播时间，我会发文或者是发现实，现实是一定会发啦。神作吗？好，我一定要去看，大家都这样讲，我一定要去看了啦，真的，大家都这样讲，剧场版不用看，动画也可以直接看。好好，我一定会看。OK，就是新增完成啊，辛苦大家了，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我星星，那么多星星，谢谢你们，辛苦大家了啊！有版权哈，一起看，你也没看过啊，我也没看过，我们一起看，那可以睡觉了，对，出来看就好。弟弟有那个影片档的样子，我要念排名了，哎，快要6000人了呢，那我要再自我介绍一下比较好，既然都快6000人了。不败空白是什么？大家午安，我是 TP48 的加一真，私は TP48 のリカです。这是我的 Instagram，请大家一定要追踪我哟。これは私のインスタです。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ね。好，空白绝对不会败北，什么意思啊？我没有看，不懂。弟弟好嗨哦！弟弟刚刚才，
弟弟刚刚趴在地上都快要睡着了，弟弟刚刚真的快睡着了，现在瞬间站起来，然后超有活力的，然后还，然后他现在是站着哦，然后站着一直这样子，一直这样子跟我讲话，一直这样子拿手机这样子，然后给我看这样子，然后还跟我讲话，一直狂讲，他现在超嗨的，害我也跟着很嗨了，弟弟太嗨，我要再嗨一下。弟弟刚刚真的是快睡着，弟弟刚刚就这样趴在地板上一直趴着，然后还打哈欠，大家都有听到。现在瞬间变超嗨了，他现在是站着很嗨，然后一直给我看了一遍，超夸张的。日本語でもいいのかな？啊，哎，日本語少しだけできます。顾着聊动漫，忘记收集星星了。哎，没关系啦，没关系，反正大家就弟弟也是尽力就好，尽力就好，没有说一定要啦。不用，其实不用那么，我觉得真的不用那么辛苦的在收集星星，就我觉得有就好了，不一定要真的努力在收集，没关系的。好，我要念排名了。哎，我的三张纸，哎，我看到了，好，我要念排名，对，手机借我呗。好，我要念排名了，应该是不会重整了。啊，我拿弟弟的手机来看排名。弟弟超中二的啦，夸张！哦，重整了是不是？以真文学习，我看到一个以真文学习，尽管学。好，第十三名是一山，谢谢，谢谢一山。第十二名是卡丘 TP48 本源，谢谢你，谢谢卡丘。第十一名是幼师，谢谢，谢谢幼师。第十名是手滑哥 Andy 台湾，谢谢手滑哥。手滑哥还在吗？还是他去上班了？第九名是阿华真心正，谢谢你，谢谢阿华。第八名是路过逛逛黑瓶小梨，谢谢你，谢谢。这有声音啊。第七名是张琪清，然后哇，后面好长好长的，是推的成员们对吧？我记得是，可是有些我不太会念呢，不好意思。那就第七名张琪清，谢谢你。诶，这是空的，没有给我了。第七名张琪清，谢谢你，谢谢。第六名是 Jonathan， 谢谢你，谢谢 Jonathan。 第五名是博汉小黎，博汉，谢谢博汉。哦，手滑哥在摸摸台中奖，哎，真的假的？哇啊！可是我都在念排名了，然后他没有过来，难过。第四名是 Freddy， 谢谢 Freddy。 哎，你们怎么知道我抢弟弟手机？被发现我抢弟弟手机了。第三名是 Lin 台湾，谢谢 Lin， 谢谢你，恭喜，谢谢第三名啊！我要写起来， 我先念完了，谢谢。第二名是 Juby 台湾 Elena 陪葬品六号明太子，查一下数字君，谢谢你，谢谢。哇，好长哦。然后第一名是喜乐库玛以真文学习中，耶，谢谢你，谢谢喜乐库玛第一名。然后我要把，我一样像昨天一样，我要把前三写起来。前三，耶，前三比较不会花太多时间，所以我觉得很 OK 的。我觉得我们以后就是做前三名这样子，大家都说很长啊，就是既然你们都打那么多，那我当然要真心诚意的念完它。谢谢喜乐姑妈，我要写下来。哎，我从这里好了。三路，啊，我拉到我的线了。第三
三名是令，谢谢。这样看到吗？看到吗？有看到，有看到。第二名是宝，第二名是咦，看不见。哎，变了呢！啊，变了！一直要看一下我头贴的字啊。以真文学习中哟，我看到你要学习以真文，以真文怎么学习我都不知道。啊，手华哥刚刚在量血压，好，不会不会，哎，排名变了呢。第三名是 Juby， 谢谢。第二名是 Freddy， 哇，谢谢你 Freddy。第一名是。喜乐哭嘛，一真文学习中，谢谢你。一真文是什么啊？我都还没有创好一真文呢。弟弟说一真文就是吧吧吧吧。弟弟这样讲，一真看起来很可口，哪里？你的哦，个人资料吗？哪里呀、啊？哦，哪里有？没看到，雨辰看起来很可靠，为什么？不是啊，上班前都量血压，好酷哦！图示怎么看图示啊？哦，我妈诶，我妈收奶奶。好可爱的，也太可爱了！这头贴我刚差点跌倒，我刚差点跌倒，好像有点明显。啊，哦，我的奖励了，真的假的？原来我有看到，我看到 ，Oh my， 我妈收到呢，好，也太可爱了吧！这头贴也太可爱了吧！还有这样讲话的，太酷了！哎，我选到第二名，大哥。啊，第二名是 Freddy。第二名，谢谢。第一名，好，第一名喜乐库吗 ？PST， 哎，我忘记画。皇冠，不知道我的画画什么时候才会进步，都好丑，一直好丑。啊，耶、yeah, ！谢谢第一名，谢谢喜乐哭啊。好了，嘿嘿，我的排行榜一二三，还是三个比较写得完，不然之前那十三个够忙的。你没有了，哦，对，我没有改到这个，对不起，对，第三名是朱碧，对不起，刚刚太早写好了，没有注意到。弟弟，帮我拿刀，我想，然后我手擦掉。没有，对不起，刚刚没有发现到，我现在改。对不起耶、yeah, 第三名是 Juby， 谢谢 Juby， 刚刚真的很不好意思，送你一个爱心，也送你一个爱心，那、啊、你有皇冠，好，是 Juby， 对啊 Juby， 我记得，我昨天讲错，所以我现在有记得是 BY， 写前五名也太多了啦，前五名写不完。前三名就好了啦，好，就是这样子了，谢谢你们。下次写五格嘛，喜乐库玛有那个啊，喜乐库玛有皇冠，好吧，
那也给你个爱心好了。耶！Yeah! 爱心爱心，大家都有爱心。可是其他科目有皇冠啊，还是哦，中心要特别一点，对不对？有了，现在有爱心了。啊，就这样了。就我现在都写三个，还是这个差不多啦。对啊，写三个就比较写得完，不然我写不完。那就啊，大家都有爱心了，拜拜，那就拜拜喽，下礼拜见喽，拜拜，拜拜，拜拜，我把它移到前面点，让你们看我的排行榜。咦，有点困难，看清楚，耶，排行榜跟我的草尾诗，好，要多开台哦。我有时间就会开台的，会想我的，会想一阵，我也会想你们的，谢谢，拜拜，251888什么东西？打错吗？拜拜，拜拜，好，会吃午餐的，一阵，我也是狮子座，哦，喜欢空海是狮子座，真的啊，哇。一样哎，我也是狮子座的。拜拜，谢谢大家哦，下礼拜也要来哦，下礼拜也要来看哦。拜拜，嗨，我会吃午餐，我会去吃午餐的。啊，虽然我好像没有午餐，等下去买。拜拜，拜拜大家，拜拜，拜拜，下次见，下礼拜见。拜拜，拜拜，拜拜。